夜情绝对不能接受。哦，不可以。两夜。哦，不可以。三年。不是两年期对不对？两年期以上的。不是。就是两年都不行啊。我的另外一半，然后永久一辈子就是永久。就是一个嘛，对不对？哦，你的意思说你。只能在一起两年，我阿爹了解啊，了解。你喜欢小孩子吗？喜欢，很喜欢小孩子。将来想要生几个？我要生两个，一男一女还是两个都？一男一女。可是你如果前两胎都是男的，你会继续生下去吗？我也不知道哎，要看，因为其实我如果生的时候应该算比较高龄产妇，所以要看到时候的健康情况。这有两个有经验的，这个是生儿子，那个是生女儿。我两个女儿，她一个儿子。啊，那生儿子有没有什么法宝？看心情，看心情是吧？你是说生儿子生儿子长，还是怎样？你说什么？干嘛讲十二指肠啊？不是，他说只是有，就是在做的时候讲生儿子生儿子生儿子，对吧？异地恋，念你，你不要脸红。我们在讨论家庭计划，不用脸红。念你，念。我觉得就是要久久一次，比较容易是。女的啊，不男的，男的，对，像这种没事就来个，可能就女的了。这我性生活美满了，当然常常来。久久一次，我也没有说是多久一次啊。啊，你常常来是多久一次？我不要告诉你。不过我觉得啦，我觉得是怎么样？当你真正怀孕了以后哈，你的那个标准会越来越实际。我不能讲越来越低，越来越实怎么样实际呢？就是说。你当你怀孕要生的时候，你会觉得不管是男是女哦，只要健康就好。志玲，那个会不会常常跟男朋友撒娇？会啊，会啊。你平常声音就已经这么娇滴滴了，那撒娇是怎样？来来来，小刚，走，当男朋友。我今天很配合。林志玲对男友撒娇片，预备，开始，请撒。嗯，我好想你哦。我也很想你。这几天都没有打电话给我，我真的很想你，知不知道？哎呀，人家在忙。哎呀，那我们什么时候可以去？你不是说带我出国去玩？你什么时候可以去玩？好，我现在去买票喽。真的吗？那我们去巴厘岛吧。你说哪里都可以，我们不要回来了。嗯，开心哦，很羡慕啊。谢谢。怎么样？你还没开始傻子，走不动了呢，走不动了。来，影帝撒个娇，我不会撒，撒一个吗？影帝撒一个，武大郎之娇。预备，曲中恒对志玲撒娇片，开始。哎，你是要借钱是不是？志玲，你看电影好不好？去看什么电影？随便啊，你说什么就什么。我们不要去看鬼片，好不好？我很怕鬼。我更怕哎。真的不会撒娇啦，是啊，真的不会。而且他这么老跟你撒娇，你一定觉得很怪哦。不是不会，我觉得男人撒娇很可爱。丁磊，我不能撒，不管，可以撒吗？可以啊。反正我跟你讲，伸头一刀，缩头也是一刀啦。喝了。预备，升空，撒娇片，预备，撒。你这次去斯瓦季兰，我好想你。撒娇跟性骚扰是不一样的。没有啊，我是这一招啊。哦，好，不好意思，再来一次。来，快点，导演，快点。啊，预备，预备，撒。志玲，你这次去斯瓦季兰，我好想你哦。是啊，你都想什么呢？想我们的歌啊，哎，好久没有了，你没有想过吗？林志颖会不会太僵硬？好，继续，我要硬住这样，我不敢动。看一下，看一下，不会，一切都是笑话。不会。